我起不大。哇，我电话来了。电话呢？哦，是这个。哇，是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它快递可真多。30块钱，付款签收。使用一下。还有土炸药，还有洛阳铲，这药品啊，可以搞一个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标准目标机啊，可以这样搞，我明白了，知道怎么搞就好了。一会儿再弄。然后这里刚才那个加经验的寻梦勇者，你要充钱的兄弟，来加经验的这玩意儿，到达38级开启。这个呢，也是38级开启。那搞我呢？我38级肯定到不了呀。完了，好，这样就没有了。还装一个轻量起搏器，可还行。快把这个30级任务先做完，然后一会儿8点半马上是有那个活动的。收藏，激活一下。OK， 7件。这里，我看一下，我再强化好像第三名都碰不到呀。啊，就是第二名碰不到，我可能强化完就22000的战力。这人是怎么到25000的？好奇怪。然后全部的排行我看一下，总战力大鱼是120000，我呢小王图是85000，哇，有点厉害。这游戏红点也多得吓人。好啊，神器啊，对啊，神器可以搞了吗？还不能啊，它真的是要简单的才能搞。哎，那只能搞简单了。可领取，但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组队，嗯，打一个吧，这样打得快一些。限时任务，先取消匹配。有人说限时任务，还有限时的任务吗？哦，这个还是地狱。好的好的，我没有进去，辛苦大家了。以后那个心脏起搏器的钱我给大家报销了。刚我进去的还是地狱吗？哦，这是地狱。灵脉地穴没有简单难度嘞。哦，在这儿。哦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，我弄错了，我的锅。然后这里先去打一下这个荒冢游魂，马的皮肤也算战力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要砸彩蛋呗。他们都同舟共济，又打别的东西了。这游魂怎么打？心脏支架报销吗？报销0.0001%。竞技一会儿再试一下，我看一下竞技会给东西吗？排位奖励。哦，好像不给经验。啊，快速挑战，开服7天我才开快速挑战，你有病吧？现在就是挂机时间。哇，他们打 BOSS 那么欢乐吗？掉了那么多东西。同舟共济，全员浴血奋战，掉了很多东西。3阶橙色的东西，看起来蛮好的。挂机砸蛋，这挂机卡是我下播之后才用的，我现在就来这儿抽这个呗。我们这个钻石还有别的什么用处？除了电话的那个，电话那个我可以再充这个钻石，那个应该够的。现在我们就把这里6300的这个钻石砸完吧，怎么样？先消红点吗？红点没什么消的，一条龙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眼，技能啊，先升一下，把这升满，赶快给我弄到90000战力，好吧？宝石哦，解锁一个口味了，这个口味解锁好难啊！速记搞呀，速记稍等，坐下待会儿再来弄，别担心，这点起来好烦人，成功点数有什么用啊？合成要多少个？好，你说马的那个是吧？啊，还有社交关系，这个有点烦人哦。死亡14，那么惨的吗？招财我点满，那个、点不满吧？好嘞，可以了。外观，给这个衣服升级吧。啊，不行。还有红点吗？还有一个，哇，这个那么暴露，不行，赶快换一个，一会儿我直播间就要被封了，对吧？
还穿这个，怎么保存一下啊？就这样保存了是吗？啊，果然保存了。啊，刚才那个太突兀了，受不了，这血压一下就上来了。啊，激活一个套装，最后一件加才加200，但好歹我也有9万战力了。第一个升版的图鉴领取一下，你说这个可以领取是吗？在哪儿可以领取呀？好，然后我们开始砸弹吧。这里是没有码的，这个呢，这是火烈鸟碎片。我看一下，它这个使用后直接获得这个坐骑地狱烈焰。经典模式和那个有什么区别？经典模式就是这个银弹出这个火烈鸟碎片，但是要160的碎片，那我肯定要狂欢模式对吧？那就把这6000砸完呗。哇哦！坐骑来一个呀，大哥！好像没有保底，我四个金弹来砸你！哇，6个碎片，这个碎片还是很好得的，这是银弹给的。招财猫能用钻石，我看一下，这个转起来，啊，这个可以用一点点。这个神符我还差了160块钱，我可以再领一个这个神符。领完就最后抽一次，消耗一点这个钻石啊，这个不用搞，一会儿来弄。招财猫肯定会到的，哎，我觉得不用等了，直接来充个值吧，来充个168，有没有？168没有，哎，充个128加个68，来128，然后再来个68，好，累充2000，来比特拳，哇！购买需要消耗那么多，给了一个这个称号，来回来看一下，招财猫，领取神符，好，转起来，给个4倍好吗？3888，这是1.8倍啊，这是很吝啬，前面是给3倍4倍，后面就抽的多，他就给的倍数就少了，想赚我的钱，灯笼有数，哇，加了300，每日领取。我看一下，每日累销，这一会儿说不定还可以再领取 VIP 每日领取是吧？这个领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领不了哦。给你们最后再示范一下，这里还有这个称号。我看一下 VIP， 我现在是 VIP 9 ，VIP 10，还需要再充900块钱。工会雕龙，我看一下，我要报名，6:07啊，我报名报晚了是不是？啊，可惜。没有一起品茶，我就先落下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我看一下这里，图鉴，充值到这儿，杂蛋没有了呀？哦，杂蛋不是，那猫没有了，杂蛋有的。然后这个还差100个，马上完成，开始砸蛋吧，把这个钻石全部砸完。又是4个金蛋，欢乐。3个金蛋，还运气爆表，给我个马吧，求求您了，不选马了，这是我能选的吗？这马就在这儿，这能不能抽到不是取决于我选不选它。等一下，怎么是这样的？你马呢？我抽中了吗？不是，没有抽中啊，金蛋可能会砸出马，还是没有抽中。哎，感觉没保底血亏是吧？我体不大，马是用蹄子合成的，你也晕了，是不是写的很清楚了，直接用就可以激活。我正在努力去砸这个金蛋，完了，最后两次31级，最后一次他不给马了，我的钱花完了。我的天，这是啥？这是犀角箱，完蛋哈！公益贡献给了4万，随机宝箱
给两个医疗包，不用管他。好，再做一下主线剧情。宝石，银币。哎呀，血亏，可以不搞马。好了，没有马了，五个宝石，相信一下，我现在到10万战力应该差不多。领销，再领个4万的。咱俩别诱惑我的，看你马没呢，说的怎么那么悲伤？然后就是新的灯笼有数，好，没有了。现在这里会计分解吧，还可以鉴定，怎么还可以鉴定？鉴定是什么鬼？积分能领，但是积分我看一下要兑换个啥？有272的积分，哇，这积分好少，那么贵的吗？这岁月是160个，就要把这儿1、2、3、4全部兑换了，400、300、200、150，兑换了之后才有这个武器碎片。最坑的是这个称号，竟然要2000，啊1600，自选一个称号，还有9阶的装备，将自己座驾升级成5阶跑车，不兑换的，啊领取，啊领取就行是吧？哇，不是兑换，好的。好的，我的天，舒服，虎啸青龙碎片，哇，差点，哎，这个已经可以合成了，这翅膀可以合成了，然后这个400积分今天说不定可以到，600积分算了吧，还好吧，来31级，电话又来了，我就吐血，我看一下，129。社交在这里，邪灵围剿活动已经开启了。其实是有工会战的，可惜我们工会就我一个人，太菜了，太菜了，太菜了。这神器，我们去打一下这个吧。这个我有很多体力的，对吧？组队开始进去，在镜像中无法操作。怎么在镜像中？我还在打这个主线任务，稍等一下，先打完这个主线吧。打完主线，我们再做这个神奇任务啊。那要33级还是38级才能吃？不是我说能吃就吃的。把他们急得要死，但是你们说的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啊、这个动画，看这次又蹦出一个什么样的彩蛋？没有马我也可以升很高的战力的。啊，哇，挺漂亮的。然后他怎么起来的？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！我接电话吓死我了，可还行？你好呀，啊，简单，你看使用一下，啊 ，VIP 9可以再使用，就这个简单对吧？啊，已经可以使用0个了，没有了，这就没有了，然后说明现在这个也使用不了了。大哥，128，买了。哎呀，这31级来电话了。哎，朋友，你在那干嘛呢？我在这儿充钱呀！不太对劲儿啊！什么不太对劲儿？别动，我这就过来。啊，我醉了。就在你前面，你做了两分，我刚到门口，你这里干啥？你在地上。哇，说实话，这游戏到现在还有配音，真的是良心。这里记得一些财富的欲望，还能开启什么？摒弃对财富的欲望。一块金币都不能带走啊！对，无底洞。这游戏做这么一个游戏，比如说啊，收购版权，收购这个小说版权，然后再去改编，搞那么多人做这个游戏，也要学很多什么。啊，分金定穴的东西，对吧？不容易啊！你搞那么多员工出来，捣鼓出了这么一个不换皮的游戏，确实不容易。所以不让多氪点，怎么回本呢？对不对？电话不会停下来的，没关系。这游戏我们差不多就把它关了吧，然后我们就明天再看。收藏？什么鬼？哦，激活这套装。啊，大哥您倒是快点 ！VIP 九的礼包早一开始就买了。不是，塌方了。等等，先把这个主线任务先做了。升级32级哈，退出。这里，主线地图先回城。玩完这个游戏，我们去倒斗吧，哈哈哈！倒斗可还行，可以充宝了，图图。这充不上去了怎么办？我这个坐骑感觉要被人压一头，哎，烦人。我现在先去。服务器封印等级是35级，8小时后解除。哇，那么厉害的，
这里我还有很多体力，我可以多打打这个，对不对？来，自动匹配，商城看一下。哦，好的，嗯，每周限购是不是？还有，哇，那么快就匹配上了。有人说，电话重点是买成长钥匙，其他的买鬼宠的脚，出榜干第一。我相信水友啊，水友会给我打钱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没什么人会给我打钱的。我考虑一下。这个没有可以点的红点啊，烦人！而且上面好像有个地图可以一直一直闯关的，好像。哇，把他们炸残血了。榜二也行吗？榜二应该很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榜一才有意思啊。对，这个坐骑这里讲的太少了，我大概花了一万三四，可能还不止15000-16000吧的那个素材，我才升到了20000的战力。炸弹肯定有保底，只怪我充的不够多。你想想我才充了多少钱，对吧？他如果10分钟一个电话，有可能我还可以砸一砸这个蛋。这电话我都可以拉满的，没有问题。这个电话只最高也就128，在观众老爷的支持下也就 OK 了。128四五折是多少？就是50块钱多一点，差不多。你看这个就很快就结束了。砸弹最好不要搞啊！保底就是积分那个哦，有意思啊！万象神种开启了，入口。等一下，我们这里探索度是在这儿，还怎么探索呀？开启宝箱可以增加这个探索度，这宝箱又被这些怪物给围着，对吧？来把这些怪物揍一下。哇，那么硬啊！还行，我还以为打了不掉血。哎，神器这里啊，可以了，终于解锁了，进阶，加了1200，哇，可以的，领取，哦，等级要35，哇，这个简单的黑火神功，宝石秘境要通关5次，好的，对，谁知道那个马的皮肤加多少战力？你们可能都没有充那么多钱吧，打响浪费时间，我看一下，这不是个宝箱吗？升级坐骑好呢。有人说，来这儿，这大 boss 走走看，哦，就这个是吧？操作棺材啊？怎么我都被打残血了？我的天！增量恢复剂啊，角色等级不足，还无法装备。我的天，我日狗了！好，换了一个高阶的药品，那也不够啊。打这个还是很吃力的呀，我这棺材还没有操作我就要死了，棺材开出来那岂不是更危险？医疗包它是持续回复的，懂吧？它是有个储血石。好，升级这个坐骑，然后把这个操作一下，这还有个，来坐骑强化，人少就浪费时间啊。哦，对的。现在加这个材料，消耗的材料越来越多，升级也会越来越费劲啊！怎么又在这打了，大哥？你们俩打这个棺材不香吗？对吧？我试试，操作一下这个棺材，要给你血量加一加。大哥，你都快死了！哦，出了一个僵尸，然后你就不理人家了，就让你揍揍这个人好不好？不要瞧不起人家哇！那个僵尸直接就被他无视了。好，速记大满，我们现在才94000的战力，太菜了。哦，他自动用这个药，哎，还行，挺智能的呀。来，把这个药品再买点，这个根本就不够。哦，999，哇，这个有点太多了。来，60，足够了吧？哎，银币不够时自动使用。好，没关系，足够了。速往下做任务，怎么怪越打越多了？我这进度还是0%，把这个精英揍了，看一下会不会爆这个宝箱呀？继续强化，原地复活，哇，这个声音有毒啊！超感大大息怒，哎呀，不够声，根本就不够声。来看一下我这个排行榜，我还是第3名。我都27000了，我的天！
好不容易我比他那23000要高了，选男的就好了。大哥你有毒吧，草帽劫匪就是这三个人对吧，这活动我感觉不用来了，我都要死了。买那1000的礼包啊，大哥你又复活了，不是你血量又满了。这个僵尸精，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下那个劫匪。我靠那么疼，这就是要渡人的副本，渡人才能打副本，一人打不起用的。使用一下，哇金刚杵，我没有这个金刚杵，我快死了。这个是谁，劫宝藏宝的劫匪吗？这怪太多了，而且这没有人，或者我直接死了回城吧。 OK 没有死，捡回一条狗命，还是氪的不够多。我们把那个什么消耗体力做的东西啊做打一打。哎32级，他现在是在做什么，这个是问卦。等一下我要经验对吧，问卦虚邪做一下。神器这里是通关宝石秘籍和黑火神功等等再弄。古蜀僵尸会给经验，对这个游戏我现在还是没有玩明白。好，这里会给一点点经验，就等这个电话来吧。聊天里面点系统，还有仇敌，哇可以的。 OK 和日常任务一样，多少给点经验也还行，因为这个游戏不是正式玩，所以不用充那么多。下面是什么鬼，而且这个工会一条龙还是红点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再充个比如说再充个1500块钱，就游戏里的1500我能拿第一吗？因为我这次没有叫大家一起玩，我就简单了解一下这游戏，福利点一下看一下。成长基金啊，30级可以领取等级礼包。你今天充1万什么鬼，这里能转了吗？啊还是不能，神版等级可能不够高，材料没有多少了。好的，妖塔是什么鬼，哇双倍坚持。我们现在是8点半了，8点半是什么活动？我看一下日常。用绑金，绑金我倒是有不少，32级。现在的日常活动，工会等级要到2级。哇，一天到晚都有活动哎。商城去绑金买东西。等一下，我想问的是8点半的活动是什么？我错过了，我不想错过，好吧？即将开启每日活动。8点半有个活动的，我找不着了。我的天哪！每晚7点，万象神咒啊，这个是和工会伙伴一起探索这个洞穴，寻找至宝。这给的东西一般，应该很一般的。那个是8点半活动啊，有可能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商城，有人刚才一直在说用这个金币啊买些这些东西，对吧？通灵珠。哎，这里面好像啊，必买的是这些东西，这都是限购的啊，每月限购。玄黄令、体力药剂，这些都可以买，这些都很便宜的，我金币无敌的多，全部买完。坐下，我们先把它提升完，然后看一下它有什么建议。必买的我们先买完啊。啊，这只能买一个。坐下，然后只是在这儿，哇！这个可以在这儿无限购，哇！那我直接买这个就可以了呀，对吧？买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这个每日限购5个，这个要买完，这个要买完，这个是用来升级这个座驾的。来，我们开始给这个啊挂机卡，我们使用一下挂机卡，挂机卡拉满就行。活力药剂、经验单，你看经验单物品到上限，不可能随便用的。现在这个问卦驱邪也是一个日常的副本，让我感觉这游戏如果没有打架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不配合人打架，我们如果只看氪金我觉得无所谓，
其他所有的游戏都有氪金的。这个游戏我最主要玩它，其实就是为了了解它是怎么样把一个盗墓的主题套在这个游戏里的。活力不要随便用。好的，后期全是 PK 活动，这里强化，这个就直接快捷购买。这上限能买多少？99，就买呗。我今天就怼死他们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不要客气，把我这个金币全部花完。我这金币真的是多，但是我这银币好像不够用了。之后就，哇，这儿还有好多这个，我的天哪！哇哦，十几的机车。好，再来进阶。火力是刷副本的，副本一会儿去刷，副本留到最后刷。不给榜一榜二面子了，直接超过他们。我觉得他们很可能也是花了这个榜金买的。60万金币买作家看一下。好的好的，满足。感觉马上11阶了呀，根据帮会等级用就行。这个我就当练手是吧。哇，又是50万，哇，这个消耗颇大呀。榜金还可以买坐骑。哇，这个我先做一下这个主线任务啊，先把这个做一下，马上就到33了，一会儿去做主线吧。主线好像每一集都有，自动购买就行了。来，坐等升级。啊，这是变速器，我现在升级是变速器。这个车子，其实我下一集车子好像很难耶。哦，这个可以拖的，这车子有点厉害啊。这个金币换这个感觉都差不多，兑换一点吧，花个50块钱呀，花个30块钱兑换一下这个银币。再来等电话，电话您快点啊。好，等电话。什么千万别换？这个金币不换吗？我拿第一肯定要换这个金币啊。好，作假皮肤肯定是没有的。现在我这银币又不够了，来，哇，我现在已经给榜一了，踩到一个榜一，舒服的。今晚11点结算。齿轮礼包没有买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买？我已经买完了，好吧。齿轮我早就买完了，这上面都没有红点了。今天还有一个这个，2400，这个是可以搞的。现在充238就可以买了，这个也可以领，还有200的齿轮。商店皮肤买了，啊，不是商店皮肤，我看一眼。等一下，这里先不要做这个吧，先做一下这个。处于镜像中无法动，大哥，坐下的皮肤。这个是激活，我的天，这是60万的这玩意儿，我只有53万。这座驾激活以后加这个战力吗？希望他加吧，花62块钱，直接花完我这个金币。黄金骑士我们来激活一下，如果这个不加这个战力的话，那就太亏了。加坐骑战力，我加了1000，加的好少啊。加好少啊，感觉稍微有点亏，也不是那么太亏，但是挺亏的。然后这里先去做这个主线任务吧。我就是现在就没有这个钻石，也没有这个绑定金币，我就是人宰割了呗。本来还可以再加个3000战力的，结果就只加了1000，这个是有点亏的。兑换一点，总战力才加10万，好，没关系。这个应该是600块钱还是60块钱？这坐骑是60块钱吗？60块钱那就还好呀，对吧？那就还好，还是别吓唬我。感觉这个第一名有点可以啊。好，10万了，宝石。哇，又来一个。这些老是要合成，我就不合成。榜钻用完，等别人就超过我，问题不大。说的好像我不能充钱一样。好，图鉴还有吗？收集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件鉴定，一条龙有个3000鱼酱。好的，就才60块钱，你们就别吐槽我了好吧。
就不值得吐槽，连生气都连动气都不至于。哇，来了一个神兽铜镜图鉴，你才加132。主要是刚才有人说了，而且说了两遍，一直在说商城，就是那个战火麦子，一直说商城买一个那个皮肤呀，对吧？坐骑皮肤，起名要买这个坐骑皮肤。刚才有人说啊，直接就能看到是加10万战力，我买的时候是看不着的，用的时候才能看到是加10万战力的。刚才有人就是未卜先知的能力很强，这是幻想。他们怎么都不说话的？来世界频道没有人发语音吗？要刷个帖子，小野猫在这儿。暂时无法接入职位。没有足够的财力抵御。啊，那个是600块钱吗？不可能突然活跃起来。60万，我们这看一下，他刚刚花了60万的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我如果要兑换的话，你看10000是10块钱，60万就是600块钱。哈？刚600块钱只加了10万战力，哦，不是，只加了1000战力，哇，太亏了！不是60块钱，是600块钱呀，大哥，你们算数也不行呀！你们玩这游戏到底怎么玩的？600钻石，600块钱的钻石啊，不是600钻石。还好我算数还可以。啊，这里还有个限时任务哎，跳过跳过。哇，这个 boss 那么大吗？拍卖行？怎么还有拍卖行呢？哪里有拍卖行？也就一个648。啊，主要是等这个电话吧。原来是幻想。当年能一键鉴定吗？花蕊夫人收集一下。什么还有花蕊夫人？过一条龙到底是什么鬼？这个不给经验，我都不想参加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原本花了54万金币，加起来60万金币就是600块钱。别瞎算了，好吗？参与奖励那个包包我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。我先做一下这个主线，我一会儿再做这个僵尸啊。做主线有可能顺便就把这个做了的。参与奖励领一下，我没有看到哎。我也差不多快到35系列。等一下是升得很快的，但是凭什么我这个战力榜不是第一？你看一下，人家14万战力，我才104000。一条龙有个参与奖。啊，这个是可以领的吗？好的，领了。OK。他战力凭什么比我高那么多？嗯，我们庙小，请不用打。好，到时间没了，没关系，还有10分钟呢，别急。这游戏你要说现在开始要每天都做这个任务，这个任务肯定到一定时间段，它这个就不精彩了，你知道吗？连这个配音都没有了。然后剩下的其他的这些日常任务，升升级啊之类的，我觉得也没有太大意思。所以我闷声自问，明天不太想再继续玩这个游戏。但这个游戏我承认，我现在还没有玩懂。宝石替换，宝石替换加100/100的加无所谓。真的挺有意思的，但是你快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？我都饥渴难耐了，在线里帮。告诉其他人。34级，等等，先去打这个僵尸，因为玩不懂啊。是的，你玩得懂，你教一教我呗。这游戏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，对吧？你要说我一直都探索不出来，那我是不信的。我只是没有花时间。巅峰等级区和区之间抢 BOSS， 这里面这 BOSS 还是看着挺恶心的，就花了一些心思去设计的。这里花点这个去兑换啊，这都10万10万的，这什么鬼啊 ？OK， 终于升完了。技能一键升级，哇，又没有这个金币了，别的没有要点的了。十秒一个 boss 打70分钟，那可能更不太适合直播。哦，我感觉就和《混沌的起源》其实骨子里还是很像的。留言给我看一下，一天后可以领取，别的就没有了吗？来看一下背包吧。来，你们心心念念的背包，这个装备经验就是使用不了呀。这个箱子开一个。这个等级36级才能开，好像啊，果然，这个是点燃优质细小箱，有几率引出 S 级的宠物。
技能，宠物的培养，我现在还没有宠物的。胡子饼是宠物突破，这个使不了的。38级开启，这都使不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先使用一下。怎么给那么多东西？当前储量49%，怎么给那么多东西？50，那全都用了呗。72啊，差不多快满了，72足够了。这个经验单，哎，这个经验单可以用是不是？这个也用不了，这个打上线了。这个16个是什么好东西？碳化竹简。哦，分金定穴的时候可以用。一会儿去做一下那个副本，了解一下。最后等一个小电话，我只有2小时了，时间不够了呢。我的天！哎，小野猫，我看一下，小野猫。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大鱼，极限搞作战，第一稳妥妥的。我搞是搞了，但是我充钱充太少了，没有办法。啊，装备箱子是吗？装备箱子，哇，这儿还有银币，300万，还有语文，装备没有了。哇，这个玄黄令，哦，它需要这个是啥？灵气，分解这个装备。分解260的灵气，灵气好少，完了，越到后面礼包越划算，那肯定，充钱充太少了，我知道，但不划算，我做小游戏，除了吸粉，我就是稍微赚点小钱，你知道吗？最终还是能赚点钱的。僵尸怎么还要500个？这些紫色装备也可以分解一下，对吧？紫色也分解了，得到了2900。难，这好难，我要凑12000才够。看这个学术格，要升级，这太难了。但是这个宝石秘境我可以去打下，突然你只给100个，太不行了。这个我们就顺着打去，一会儿试试看。九州这游戏赚了就收益就是。给的5000块钱，就视频啊，只算西瓜的，就是5000-5000-6000吧。然后我实际上就只花了2000啊，赚了3000，已经设置了呢。真的没有看到装备箱子啊？哪里有装备箱子？这个吗？这个刚才都说过了，开不了。别的哦，在这儿还有2个，这是宝石。哎，这个可以使用，哇，可以获得20000。这么爽，要这个就 OK 了呀！我的天，我那称号可以升级了。哦，他这个今日次数已经用光了。这个呢？这个还可以用吗？我这个还可以用。哦，还卖号了，卖号赚300，这也要算吗？你要算的话，那我油管可能还赚了个1000块钱，对吧？不要算那么仔细嘛，就4000-5000，差不多。然后这里把我们这个称号强化一下。来晋级，哇，变成这个门，搬山奇门巷，倒斗界又增一位顶上元梁。哎，风水术等级，这怎么弄啊？风水术等级是怎么搞的？谁给介绍介绍？治愈，这里吗？哦，这31级，哎，这个可以打到3级宝藏的，一会儿我们试一试。这主线任务应该还算有意思。好，副本，好的，一会儿来看。先把这个打到500。黄开山纪念邮票。哦，分金定穴的副本都可以。好的，好的。风水处4级。号已经卖掉了，不好意思。我还没开始玩的时候，这个号就已经卖掉了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哎，意见箱，这个能赚点钱吗？反馈一个问题，然后赚一点零花钱用一用。我们总战力差了一些，我看一下人家厉害在哪儿。他是这装备比我们多了11000，座驾我比他多，宠物没有。哎，这技能我和他们差不多少，他就比我多了300的技能，然后我座驾比他高。他装备就比我高了10000多一点，他凭什么这里比我高了40000？凭什么？
这个真的没有那么没有研究明白，可能是工会副本打了一些这个什么东西加吗？三百现在预定，大游戏不可能只卖300啊，最低500好吧。好，最后9个 boss， 剑宝比我多，但是那个法宝上面显示的哦，这里33级随机宝箱，走。问卦驱邪，先做一下这个，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下副本。这个游戏差不多今天就完结了，是不是？坐等 buff， 我们22号玩大游戏，明天给大家公布一下，明天晚上7点。哇，我真的觉得这身很标志。哦，等级比我高，所以镶嵌了很多宝石。好的，我就少了两级嘛，两级问题也不大。对，我霸榜啊，你不看到这排行榜第一，我努力霸榜，但是不可强求。